真厉害。等一下，好的，例会啊，打开摄像头了。啊，对，你看，这就是眼睛，对吧？这两个眼睛。赞。看一下耳朵，耳朵，对吧？这两个，给稍微放慢一点。门铃啊，铃声响了啊，叮叮叮。看鼻子啊，这就是鼻子，对吧？这鼻子闻啊，闻到了味道啊，饭菜很香，花很香的味道，香味。那我水果，对吧？你把西瓜切开了啊，或者你在吃菠萝，对吧？你闻到。闻，用鼻子，用鼻子来闻，很香。看一下嘴巴，这就是嘴巴，来吃，吃东西的啊，吃蛋糕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开心你就笑了，笑嘻嘻。杨老师，早上好。好的，你好，双满啊，双元，你也早上好。杨老师早上好。啊，你也早上好。我们继续看这个五官，对吧？这个眼睛，这两个眼睛，然后这是鼻子，鼻子，然后耳朵，然后嘴巴，然后这儿手指。啊，你看，手指，对吧？我们的手指，两只手，啊，你摸，摸到你的被子很舒服，啊，你的衣服很舒服，你用手去摸，你用眼睛看，啊，看手机，看电视，你用鼻子，啊，去闻，啊，闻到了水果很香，闻到了花很香，然后用耳朵，这个耳朵去听，听歌，听电影。然后嘴巴，去吃东西，吃蛋糕，很甜，很好吃。然后用手，你的两只手去摸，摸这个被子，觉得很舒服。再来看一下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吗？你可能需要用分享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，你分享一定要用那个，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共享的时候，你选择最下面，要不然听不到声音。是，有可能我戴着耳机，这个、所以它就没。你显示的是全荧幕嘛？那就不对，根本听不到声音，你再来一遍。那是这个吗？最下面的，哦，你看刚才的那个最下面的，才可以听得到声音。哦，八啊，现在你们能听见吗？说满例会，听见，好的，是。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。摸到被子真舒服。
眼睛，眼睛，看啊看，看到老师，比个赞。耳朵，耳朵，听啊听，听到门铃，叮叮叮。鼻子，鼻子，闻啊闻，闻到水果香喷喷。嘴巴，嘴巴，吃啊吃，吃到蛋糕笑嘻嘻。手指，手指，摸啊摸，摸到被子真舒服。好的，眼睛，两只眼睛对吧，来看，然后鼻子来闻，闻味道，闻香味，然后嘴巴来吃，吃东西啊，鼻子来听，听歌，听音乐，手指去摸，你的五官可以记一下怎么来说这些名字。好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开始正式上课。现在你们能够看见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好，继续学习这个标准课程 HSK3， 今天学习新课是第15课啊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，都挺好的。先来看一下生词。好的啊，老师先来读一次，然后我们再让同学们来读一下。第一个啊，留学水平提高，练习完成句子，其他发要求注意，上网除了新闻花极了，节日举行，世界街道各文化。然后现在第一排和第三排来请双马还有玉辉来读，第二排和第四排啊就请双元还有山蜜来读啊，开始吧。留学水平提高，练习双元啊，第二排完成记住，其他大要求注意，上网除了新闻花极了，节日进行，世界也到各文化，对啊，注意一下这个声调，这里是都是四声。山明再读一次，这儿世界，世界，对，很好，记住啊，四声，看一下读的时候。好的，我们来学习生词啊，这是第一个，留学啊，我呢是一个学生，对吧？我去外国学习啊，去英国、去美国、去日本学习就是留学。我去其他的国家，我去外国学习就是留学啊。那么例会啊，你以后想要留学吗？想要吗？想要。想要啊，那你想去哪个国家呢？去哪个国家啊？去外国，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中国，你想去哪些或者哪个国家呢？日本。哦，想去日本，好的啊。那么双马呢？啊，你以后想留学吗？我不想。哦，你不想，好的。啊，那么双元呢？去外国，去其他国家学习，
你会想要去其他国家学习吗？我也不想。哦，你也不想啊。好的，那么最后问一下，山蜜，你想要吗？想要。啊，去哪个国家呢？可以说一下吗？中国。哦，中国，好的啊，中国欢迎你，到时候来中国学习，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上网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上网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正在 Google 上面上网，我们正在这个谷歌会议上网，对吧？你用手机啊和朋友聊天，用手机看视频，然后你用电脑啊看电影、听歌，这就是上网。你们喜欢上网吗？喜欢。喜欢，对吧？我们都喜欢啊，上网可以看见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，对吧？可能比你自己和朋友玩，然后自己去做一些事情，你会觉得更有意思。嗯，哦，那么你们上网会做什么呢？比如说丽慧啊，你上网喜欢做什么？玩游戏。哦，玩游戏，对啊。那么双元呢？啊，你上网用手机上网，用电脑上网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听音乐。哦，听音乐，好的。来看下一个啊，这个 news 新闻啊，昨天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今天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就有新闻啊，你可以上网看新闻，你也可以用收音机来看新闻、听新闻。那么充满，你会喜欢看新闻吗？喜欢。啊，你喜欢看新闻？那么什么样的新闻呢？什么样的新闻啊？政治的吗？经济的吗？还是有趣的？嗯，哦，政治啊。好的啊，双满很喜欢看新闻啊。在我中国啊，一般都可能爸爸喜欢看，爷爷喜欢看，外公喜欢看新闻。好的，看一下节日啊，你看对吧，这个圣诞节，然后这里很多鞭炮，然后灯笼，春节。我们可能还会放烟花，然后会送礼物啊，会收到礼物，很多节日。那么山蜜，你最喜欢哪个节日呢？新年。新年哦，新年元旦节就喜欢节日啊，在每个节日啊，到处都很漂亮。家里很漂亮啊，你去街道很漂亮，然后呢，大家会准备很多好吃的。你可以在家里吃，你也可以在外面吃，都很好吃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对吧？节日啊，过节日，过圣诞节，过春节，过新年，大家都很喜欢节日。好的，哎，看下一个。嗯，这啊，世界。你看这个地图，对吧？这个是世界地图，世界啊，地球上的一切东西啊，地球上的国家，很多国家，对吧？这里很多国家，地球上的土地，很多土地，然后海洋，地球上的人，这就是世界，地球上的所有东西，就是世界。世界地图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来看这个街道，你看。这个街道啊，你看这写的是香港啊，中国的香港。在街道上，你看车，对吧？车在中间，街道啊，街道可以是车在上面，也可以是人在上面。你看啊，人就走左右两边，你看在人行道，然后呢，车就在中间，马路中间，对吧？行驶在开车，街道啊，可以是人在上面，也可以是车在上面，就是街道。好的，我们好的，来，现在山蜜来读下这两个词语。留学上网。好的啊，丽慧来读一下。留学上网。
好的啊，双元。流血伤亡。很好啊，双满。流血伤亡。很好啊，好的，再来一次啊，山蜜。新闻。新闻节日。很好啊，双元。新闻。新闻节日。对，注意下这里。新闻啊，它就是 news。新闻，好的，双满。新闻节日。对，节日，好的啊，最后例会读一下。新闻节日。对，很好，很标准。再来啊，这里上满，上蜜，再来一次这两个词语。世界和街道。世界街道。对，然后双满。世界街道。对，好的，双元。世界街道。对，很好啊，山蜜，不是，应该是例会啊，最后读一次这儿。世界街道。对，很好，好的，我们来看啊，第一个生词提高。先看这个图啊，你看从左边到右边，你看从这儿到这儿，它是变高了吗？还是变矮了呢？还是变低了？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？从这儿到这儿，到了。对，变高了，很好啊，山明说的很对。看，变高了，变多了，对吧？这儿只有这么多啊，这儿变到这么多，这就是提高啊。大家跟我读，提高，提高。对啊，其他同学呢？其他三个同学呢？双元、双满、山明啊，李宇慧，我们一起读，提高，提高，对，很好。好的，来看这儿，提高水平。看，我们现在在学习汉语，对吧？学习了几年了啊？我们的汉语水平提高，提高汉语水平，就是现在啊，你们可以读更多的词语和句子了啊！你们知道这些字怎么读了？你们知道这个句子怎么读了？然后啊，对，很好。然后汉语水平。提高汉语水平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写很多汉字了，然后你们可以读很多汉字了，提高汉语水平，然后呢，提高的很快，啊，你这个月，啊，提高的很快就是，你的速度很快，然后呢，时间很短，啊，几天、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你就提高了你的。汉语水平就提高了啊，对吧？两年你的汉语水平就很不错了，就是提高的很快，这里的很快，时间很短啊。比如说老师学习做饭，对吧？才几个星期，我的做饭水平就提高了啊，提高了，做饭水平提高了。然后呢，我的做饭水平提高的很快，两个星期我的饭就很好吃了。提高的很快啊。那么例会，你觉得你的做饭水平是提高的很快呢，还是提高的不快呢？不快。哦，不快，对吧？你可能要花几个月啊，你的饭才自己觉得很好吃。提高的很快就是速度很快，时间很短。那么说嘛，你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是提高的很快呢，还是提高的不快呢？提高的很快。哦，对，很好啊，双满在学习汉语，对吧？啊，觉得自己学习的很快啊，才几个月，才几年就觉得自己的汉语已经很好了，就是提高的很快啊。那么山蜜呢，你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提高的怎么样？很快。很快哦，很好，对吧？山蜜现在觉得自己说中文说的比以前好了，然后也会读很多的汉字了啊。那么最后再来问一下双元呢，你觉得学习汉语那么久了，你觉得自己的水平提高的怎么样呢？也很快。啊，也很快，很好，提高的也很快，对吧？觉得自己很不错。
好，看它的否定啊，没提高啊，之前水平是这样的，然后现在呢还是这样的，没有变得更好，没有变得更高，也没有变得更多，它就是那个样子啊。我的成绩啊，以前是这个样子啊，班上第十名，现在还是班上第十名啊，也没有变得更好，没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，没提高，还是在第十名、第十一名这样子，没有变成第一名、第二名啊，第五名、第九名，没提高。好的啊，那么现在这这里啊，双语来读一下。提高水平啊，提高也很快啊，这儿，那双元看一下，提高的很快，提高的很快，对啊，这儿再读一下，提高水平，提高水平，对，好的啊，那么双满再来读一下这儿，提高的很快，嗯，很好。山壁来读一下这呢，提高水平，对，好的，嗯，最后来山壁读一下这儿，提高水平，对，很快，没提高，好的好的，我们这样你会读一下这儿，没提高，好的，看下一个词语，完成啊，你看这儿在写作业，然后啊，完成作业，今天的作业要写这一页啊，把这一页写完，完成作业，然后完成句子，对吧？我们在练习啊，老师说这里有四个词语，然后有四个句子，大家把这些词语放在句子里啊，把这个句子完成啊，这个句子它不它缺了一个词语，对吧？它有一个空，它不是完整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词语放在句子里，完成句子，然后它的问句、疑问句啊，今天的作业你完成了吗？啊，你写完了吗？啊，这一页的作业你完成了吗？你写完了吗？就是把它给做完。老师说今天要把这一页的作业做完，要把作业的这一页的作业完成啊，完成句子，完成作业，完成家务。妈妈说今天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。今天把你的衣服洗干净啊，完成家务啊，这儿你回来读一下。今天的作业你完成了吗？嗯，很好，下面读一下这儿。下面这句话读一下疑问句。今天的作业你完成了吗？很好，记住哟啊，妈妈问你今天的作业你完成了吗？你就可以说啊，我完成了。我写完了这一页的作业，今天的作业。来看下一个，这个其他啊，其他是其他人，其他别的，不是这个东西，别的东西。这其他是啊，不是这件事，是另外的事，是其他的事，别的事，不是这件事，其他人啊，不是这个人，是别的人。除了这个人以外，其他的，别的，比如说这啊，我只去过北京，其他地方都没去过，啊，别的地方，比如说日本、印度尼西亚、上海，美国都没去过，没有去过，我只去过北京啊，其他地方别的地方没有去过，不是北京的地方都没去过。其他人，比如说。这个班上有很多人，对吧？啊，其他人就是不是这个人，比如说不是小丽，这件衣服，这件校服不是小丽的，是其他人的，就是是别的人的，是别的同学的，不是小丽的，其他人，其他是别的事，不是这件事。好的，那么这句话，我只去过北京，其他地方都没去过。啊，那么现在看一下这个北京，双满知道吗？北京是中国的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好的，你可以首都，它就像是雅加达，对吧？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就是首都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，那可以记住了，北京。好的，那么例会除了，就是。你喜欢做饭是吧？那么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呢？其他的兴趣呢？
有，嗯，你可以说一下吗？汗珠。嗯，你再说一次呢？老师没听清。汗珠。弹珠。汗珠。汗珠。老师，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老师好像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你可以说一下这。泛珠。看书。哦，看书。好的，你给老师读一下。是看书。说慢一点，看书啊，跟我读，看书。看书。对，很好，记住有看书，对吧？你可以说慢一点吗？老师就是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，是看书，对吧？啊，喜欢做饭，喜欢看书，我们可以说慢一点，把它说正确，对吧？说标准，看书。好的啊，山蜜啊，你喜欢粉色，那么你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颜色呢？有啊，是什么呢？蓝色和紫色。好的啊，那么下面就可以说啊，我喜欢粉色啊，我还喜欢其他的颜色啊，蓝色这样。好的啊，双元啊，今天是周六啊，除了现在我们在今天是周六，我们现在在上汉语课。那么今天你还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你还要做什么其他的事吗？今天？那我先问一下双蛮啊，今天是周六，我们现在在上汉语课。那么，上完课你还要做什么其他的事吗？我做学校的作业。哦，很好，我做学校的作业，我还要做其他的事。今天周六啊，我要上汉语课，我还要做一点其他的事，我还要做一下学校的作业。那么双元，你可以回答了吗？今天周六啊，汉语课，今天要上汉语课。那么其他的事情，你还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呢？我也做学校的作业。哦，好的啊，我也要做学校的作业。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。今天要上汉语课，我还要做一下其他的事情。好的，那么这儿我只去过北京，其他地方都没去过啊。双马来读一下。其他人。我只去过北京，其他地方都没去过。嗯，好的。然后这儿双元再来读一下这句话。其他人，我只去过北京，其他地方都没去过。嗯，好的，其他地方啊，其他是其他人。来看下一个，发啊，看一下啊，再发电子邮件，对吧？他用电脑发电子邮件，看一下，发电子邮件啊，我的电子邮件写好了，发电子邮件就是给别人电子邮件。现在啊，我在用电脑写电子邮件，写好了啊，我要把这个电子邮件给别人，我们就说发电子邮件啊，发电子邮件。看一下这句话，今天的作业是给老师发一个电子邮件，啊，我在写作业啊，我写好了，我发给老师就是我给老师，啊，不在我这儿了，对吧？我这个作业写好了，然后我要发电子邮件，我发给老师。现在这个作业不在我这儿了，在老师那儿了，就是这里。发出去，啊，写好了，给老师发出去。然后呢，老师又说，啊，今天的作业你们写好了，就给我发过来。啊，老师说给我发过来。那么，电子邮件现在就到我这儿了，啊，电子邮件就发过来了，发过来。啊，今天妈妈去商场，妈妈说，啊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？啊，你给我发过来，啊，我就给你买，对吧？你在家。就把东西啊，你想买什么东西？你想买新衣服吗？你想买水果吗？啊，你想买什么东西？给我发过来，就发消息，用手机发消息发过来，我就知道你想买什么东西了。看，发出去，
啊，给别人，然后呢，我说发过来就发给我，到我这儿了。然后看这里，它的否定就是电子邮件没发出去，我还没写好，这个电子邮件还没写好，我还没有给老师，我还没有发给老师，还没有发出去，还在我的电脑里。如果我发出去了，那么这个电子邮件就在老师那儿了。看一下，这个发电子邮件对吧？还有发消息，给别人消息，用手机啊，用手机发消息。用手机用电脑发电子邮件给别人电子邮件。那么例会啊，你和朋友聊天，你是喜欢用手机呢，还是喜欢发电子邮件给朋友聊天呢？手机，对吧？你喜欢用手机啊，手机很方便，对吧？和朋友发消息啊，跟朋友说今天我们出去玩，对吧？喜欢用手机，不是喜欢用电子邮件啊。那么双马呢？你更喜欢用电脑啊发消息，还是更喜欢用手机发消息呢？电脑。哦，双马更喜欢用电脑发东西啊。山蜜呢？用手机。哦，用手机，觉得手机很方便是吧？发消息发电子邮件啊，给老师发电子邮件给他发出去。然后呢，那么双元呢？手机和电脑。哦，都用是吧？喜欢一会儿用手机啊，一会儿用电脑，都用啊，都用来发电子邮件发消息。好，来看这句话，今天的作业是给老师发一个电子邮件。山蜜吧，山蜜来读一下这句话。山蜜读一下这儿，今天的作业。今天的作业是给老师发一个电子邮件。对，很好啊，发出去了，写好了就发出去了。然后电子邮件没发出去啊，就回来读一下这儿。例会这儿，最后一句。电子邮件没发出去。很好。然后例会来读下最后一句话。电子邮件没发出去。对，没发出去。老师说把电子邮件发过来给老师。好的，看这花啊，这里的花可不是这种花哈，不是这种花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动词。花呢可以是名词，对吧？好看的花，粉色的花，它可以是一个名词，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动作。花可以是一个动作，来看一下。这花钱，看一下花钱就是用钱用钱去买衣服买东西花钱。然后就是用钱，然后花时间就是用时间，需要这么多时间。比如说我花了3个小时才写完作业我用了3个小时，从3点到6点我用了3个小时才写完作业，我花了3个小时才写完作业。花钱买一件衣服，花钱买一些水果用钱去买一些水果然后呢，买水果需要花钱，需要用钱，这就是花钱。那么例会呢，你喜欢花时间做什么事情呢？或者你做什么事情花了很多时间，花时间用时间。玩电脑游戏。玩电脑游戏，好的这是你的另外一个爱好了花了很多时间玩电子游戏，用了很多时间玩电子游戏。看这儿，我花了3个小时才写完作业我用了3个小时才写完作业，对吧？3点到6点，然后花钱用钱。那么双马呢？你喜欢花钱买什么呢？不喜欢。不喜欢吗？你喜欢用钱吗？你喜欢花钱买什么吗？我喜欢用钱。买什么？花钱，花钱买什么？买书。买书，对吧？我喜欢花钱买书，花钱去买书用钱去买书。那么山蜜呢？
啊，你喜欢花钱买什么呢？善蜜，啊，你喜欢花钱买重要的东西。哦，好的啊，善蜜说我喜欢花钱买一些重要的东西，很好。然后这儿花时间啊，双元可以说一下吗？啊，你会用很多时间做什么呢？你会花时间做什么呢？买东西。哦，好的啊。嗯，双元就说我喜欢花时间买东西。啊，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吗？啊，花钱买什么呢？买什么呢？花钱买什么？啊，用钱买什么？对吧？刚才你说喜欢花时间买东西，对吧？那么也是啊，花钱买东西，对吧？需要钱才能买东西。那么你喜欢买什么呢？我也喜欢买书。哦，好的啊，我也喜欢花钱买书。这样，我花了三个小时才写完作业。我们双元来读一下这儿吧。花钱，花时间，我花了三个小时才写完作业。嗯，好的啊，那会再来读一下这句话，这句话就可以了。我花了三个小时才写完作业。对，好的。花啊，用，需要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练习题啊。刚才的花，对吧？要用这些东西啊。然后练习啊，练习，就像这样一样。现在这就是一个练习啊。我们学了，我们来练一下，然后提高，对吧？变多了啊，变高了。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，我的学习水平提高了，做饭水平提高了，并且啊，只要了很短的时间，几天几个星期，提高的很快。然后发啊，给别人啊，发给老师电子邮件，给老师电子邮件。还有第一个啊，王经理，电子邮件我已经给您什么过去了啊？第一个双元，王经理，电子邮件我已经给您什么过去了？该是哪个词语呢？给别人啊，是哪个呢？第一个，王经理，啊，电子邮件。我已经给你过去了。啊，是哪个字？是哪个字？这儿。花。花吗？花还是发？是第一个还是第四个？发。啊，对，很好，发啊，跟我读发。对，好的啊。第二个啊，你每天跟谁什么口语啊？例会，这是什么呢？你每天跟谁啊说一说，学一学啊？例会，这是哪个词语呢？我们现在就在做啊，我们学了。对，很好，练习啊！你把这句话读一下呢。啊，你把第二句一起读一下。啊，你每天跟谁练习口语啊？第二句，一会读一下，一起读一下。你每天跟谁练习口语？对，很好，练习口语。好，看第三句。啊，这个月的钱我都晚了啊，都没了，不能再买新衣服了，没钱了啊。那么第三个双满，这是哪个词呢？啊，一起读出来。这个月的钱啊，我都用完了啊，没了，不能再买东西了，是哪个呢？说满
啊，第三个，这个月的钱我都花完了，不能再买新衣服了。对，很好，花完了啊，都用完了啊，这个月钱我都用完了，没钱了，不能再买新衣服了啊。最后一个啊，我在这里只学了三个月韩语啊，时间很短，但是水平不少。什么了不少啊，山米，最后一个是哪个词呢？啊，我在这儿只学了三个月，时间很短，但是提高水平，对，水平提高啊。你把这句话读一下呢。我在这里只学了三个月汉语，但是水平提高不了，提高了不少。对，很好，注意一下这儿，汉语，跟我读一下，汉语。汉语。对，汉语。好的，现在啊，一三，第一句，例会，然后，啊不对，应该是一三，那么就。一三是例会和双满，二四是山蜜和双元。王经理，链接邮件我已经给您发过去了。你每天跟谁练习口语？双满啊，第三句。这个月的钱我都花完了，不能再买新衣服了。对，很好啊，新衣服了。好的，第四个，庄园。我在这里只写了三个月汉语，但是水平提高了不少。好的，好的，第二个练一练啊。新闻啊 ，news 啊，在电视上看新闻啊，政治新闻、经济新闻、有趣的新闻啊，世界、地球上的所有啊，地球上的国家、地球上的人、世界地图啊，节日啊，圣诞节、春节、文化。文化文 culture 那个文化，看一下第一个啊，有多少个国家啊，比如说我不知道啊，那么第一个装满应该是什么词语？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我不知道。对，很好，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看第二个，你说你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旅游？啊，比如说我对那儿的什么很感兴趣，我很想要了解那个东西。那么第二个，例会，这是什么呢？那儿的文化。啊，对，很好，文化啊，不是特别好解释这个词语，文化。一个国家的文化，对吧？它很范围很大，包括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它过去的东西。然后一直到现在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都在学习这种文化。好的，看第三个，也就说你们国家最重要的啊是什么啊，比如说当然是春节。看一下第三个啊，双元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春节。你们过节重要的啊，春节、圣诞节、元旦节，这应该是什么呢？节日。对，很好。啊，你啊，继续读。节日是什么？啊，这里啊，当然是春节啊。双元把它读完，我们说把第三个读完。
宋元啊 ，B 说什么呢？啊，继续读。当然是。啊，春季，春节。春节。啊，春节，好的。第四个 A 说，刚才电视上的那条什么啊，真有意思。电视上的什么东西啊 ？B 说，你快说说啊，我想听。啊，那么，山蜜，这应该是什么呢？啊，在电视上看，在收音机上听。温。啊，新闻。新闻。对，啊，给我读新闻。新闻。好的啊，你把第四个读一下。刚才电视上的那条新闻真有意思。你快说说。好的，啊，那么现在啊，一三是例会和双马，然后二四是，啊，不对啊，一三应该是例会和善蜜，然后二四是，双元和创满。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旅游？我对那的文化很感兴趣。第三个，山蜜。你们国家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？当然是春节。嗯。当水面是上的那条、那条、那条新啊新闻，新闻真很真有意思啊！你快说说，你快说说。好的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截腿吧，看一下。下次我们再讲语言点啊，这次时间感觉不够了，可以来看一下啊。第一篇课文啊，在办公室啊，大山说啊，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我在这儿学习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呀！啊，两年了，汉语水平还是那样啊，没什么提高，或者说提高的很慢。然后老师就说：“你每天认真学习啊，做练习，完成作业，一直不错啊。”啊，老师说：“啊，我觉得大山学习的很好啊，也做作业啊，也完成了练习，一直都挺不错的。”然后大山就说：“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您帮我看看对不对？”然后老师说：“写的不错，但是除了这个一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，写的都挺不错的。”大山就说：“谢谢老师。”老师说：“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”好的，老师读完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。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呀，两年了，提高的很慢，很慢。看一下，一直不错啊。老师觉得这两年的时间里，认真学习，认真做作业，一直不错，汉语水平也是提高了。大山就说：“那您帮我看看对不对？您帮我看看啊，你帮我看看作业，看看作业对不对？看您帮我。”您帮我看看对不对，从这儿分开，您帮我看看啊，您帮我看看作业吧，我写好了，请您帮我看看。看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作业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全部都是对的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？老师就说啊，写的不错，我看完了，写的不错，
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啊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，就是这个句子啊有些意思不清楚，但是其他都很好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，只有这一个问题啊，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当然就说谢谢老师啊，老师帮我看完了，然后我很感谢，我就说谢谢老师。然后老师就说以后啊，之后啊，明天、下个星期、下个月、明年、以后啊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你哪里不知道，哪里不明白啊？哪里有问题？你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或者啊发电子邮件给我，发电子邮件。你把电子邮件给我啊，你写好了给我。好的，我们来读一下。首先让大山是山蜜，然后呢老师是例会，来读一下这儿。你们能看见吗？看见。好的啊，我说大山是山蜜，然后老师是例会啊，来读一下第一篇在办公室这个课文。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呀。你每天认真学习，做练习，完成作业，一直不做啊。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您帮我看看对不对。写的不错，但是这个几句意思有些不清楚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谢谢老师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电子邮件。好的啊，现在大山是双元啊，老师是双满，来读一下这篇课文。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也不快呀。该谁读了？刚才老师说的。你每天认真学习，做练习，完成作业，一直不做啊。好的。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你帮我看看对不对？写的不错。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谢谢老师。以后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邮件，电子邮件。好的，再来看，这里啊，发电子邮件，发电子邮件啊，你写好了给别人。发电子邮件，给老师发一个电子邮件，给老师发出去啊！电子邮件，邮件啊，电子邮件。好的啊，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啊，同学们再见，再见。杨老师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我们下次见，再见，你们可以离开了，拜拜。